学。这个是 Sandy， 这个是 Candice， 还有我们的 Carrie。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澳门大学美食寻宝活动。我们的规则是在一个小时内，我们分成两队，在一个小时内抽奖，通过抽奖看到。噔噔噔，这就是我们的抽签小盒子。对，我们从里面抽到哪个饭店的 logo， 我们就要去找到相应的饭店。去到那个饭店呢，我们会加0.5分。如果我们去到那个饭店，并且在那个饭店点吃的东西的话呢，就会加1分。然后最后看两个组哪个组得分者高，哪个组就是赢家。那我们会限时一个小时。因为有一些澳门大学的新生呢，他们想要知道来澳门大学他们平时那些学子他们是吃什么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害怕说食堂会不会不太好吃，如果食堂的十五餐餐券吃完了该怎么办呢。然后我们做这个企划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澳大还有非常多的选择。对的，那我们现在比赛就开始啦。 Go， 开始吧。现在就开始抽了，抽第一张寻茶，是一个好的开头，因为我挺喜欢喝奶茶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去买一杯奶茶吧。出发。它是我的四季了，因为我怕说，毕竟是一个小时之内的大挑战，然后我怕说选的东西太多，我吃不完会造成浪费影响。就是我刚好就又请了他帮忙，就是一起吃，然后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美女。最后我把美女的微信到最后。轮到我们排队的时候已经56分钟了。漫长的做奶茶过程。抽。抽签，抽签，去下一个。蟹梨，这个有点远哦，这个在二档。对，哦，快走快走。他们现在要去坐校巴，因为有点远。50分钟，还算比较幸运。有辆校巴在。
来说像他们家的法式香橙配鸭胸，然后还可以配鹅肝汁，甚至我们还可以再选一个饮品。那我们吃什么？哦，这边是饮品，你想要喝什么？喝不太甜的，那前面，要不我们一起解腻的柠檬茶吧？嗯，那就喝柠檬茶。上了鹅肝。然后它的价格呢是$120，但是如果说的茶位费，但大家放心，因为它会有一个学生价格在里面。现在时间是还是3:30。现在还剩下24分钟，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。我看一下吃什么。吃的吗？不知道什么样子。难道还要解释吗？又要回去。我们去那个N22。好好。那你们。在旅行。对啊。Every single day, 'cause I love my occupation. 倒计时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. 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计时了。对对对对，现在第四，那肯定是抽第六附近的比较好。
对对，许愿抽的时光不了，哦，真的是，会不会有一点？我可以去玩，可以去玩。哇，这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情况？哇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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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。这个时光屋其实是新开的吧？澳大利亚。对对对。我还没吃早餐，我觉得这一分肯定要拿。出发，出发，一分。快吃快吃吧！哇，这是去下一个地方。好，现在吃的有点饱了，想抽个甜点吧，或饮料都可以。哇，起打！你这个，你这个，你这个天选之子啊！你就在一六徘徊就吃到饱，这根本就不相信。马上就到，对啊，你真的很神奇，怎么会玩这种事？让人怀疑是过分严重的剧本的程度。快一点的，速度速度，不能。果然大家出门都只用中文。M pay。喝两口，下一站。肯尼又上一分。送，鼓掌鼓掌鼓掌。好，抽奖抽奖！赶紧抽个近一点的，拿个一分好不好？哇！你这个都赢不了，这个都赢不了。太幸运了吧！这里这里！天哪，这种是什么运气啊？这多么舒服呀！来，来！太爽了，我们这种。一分到手，又上一分，哇，舒服！别的主裁们，完了完了，我们要碾压！赶紧喝一口，直接三分到手。下次的时候，耶 ，OK， 可以，再来。不是，那再来抽一个。连风哦 ，S 八的 S 八就有点远，但也是便宜的，我觉得划算。用吃的吃的，对对，说。冲冲冲！哦，这是韩国那家 ，Go， 就在楼下。我。
己了，但是、哦、没有时间了。我们组五分，拜拜。